行业包括舞厅、舞场、酒家、酒吧、特种咖啡茶室、夜店、三温暖以及视听歌唱业等等。从五月份本土疫情爆发以来，这四个月来是完全没有收入。有不少的八大行业的业者跟员工都说快要活不下去了。为了要求生存呢，更有人是违法转进地下营业，也成为防疫破口的隐忧。现在经济部也提出了纾困方案，是渴望暂时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而除了八大行业之外呢，在二级警戒下仍然被要求停业的商家业者也在这一波的纾困名单当中，像是呢 K 书中心、网咖、 KTV 和 MTV 等等。对雇主营运补贴是员工总人数乘以10000元，而对每位员工则是补贴30000元。这些补贴款都会直接汇入员工的账户里面，也省去透过业者来转发，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就领到这一笔救命钱。不过是仅限于8月31日前有投保或是劳退的全职员工，当中呢并不包含部分工时以及外籍员工。